新疆一个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新疆，如果你想逛国际大巴扎，那么这条视频你一定要看完。 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作为新疆地标性建筑景点，可以说是到新疆旅游的必打卡点。这里据说也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巴扎，国家4级景区。国际大巴扎位于乌鲁木齐二道桥，可以坐公交或地铁，千万别开车来，真的不好停车。建议大家直接坐地铁一号线二道桥站下车 ，C 口处直接就到大巴扎门口了，非常方便。大巴扎是分为两个区域，一个是大巴扎商业步行街，一个是大巴扎美食街。大家可以先去步行街逛累了饿了，直接去美食街呆呆的吃上一顿新疆美食。 步行街这里有各式新疆特色的工艺品、服饰、首饰、小商品等。走在这里的小商品街，感觉就像进入了百宝箱一样，各种民族工艺品、金银首饰、瓷器摆件等，琳琅满目。到了每个摊位都不想离开。这边精美的伊斯兰建筑拍照打卡特出片，看到一位小姐姐穿着民族服饰在拍照，真的太美了。还有玉器城里的各种玉器宝石，让人大开眼界。 这个紫水晶也太好看了，我很喜欢。看了下价格，吓得我赶紧就跑。这里每天还有各种节目演绎，维吾尔族歌舞表演真的好有氛围感。步行街逛的差不多了，就该去美食街了。抓饭、烤肉、馕坑肉、烤包子、架子肉、手抓肉、烤鱼、烤鸵鸟蛋等等等等。咱就说这大新疆美食也太丰盛了，随便哪一道菜都能让你垂涎欲滴，喜欢吃啥都能满足你。 还没来新疆的朋友和即将来新疆的朋友，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你一定要来转一转。